不知道河豚名就在海里要叫河豚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吧？可是河边有河豚啊，有吗？有吧？没有吧？有淡水的跟海水的吧？这我倒是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对不起。不是我拿饮料，那个水珠滴到我的大腿上面。笑声毁，你们干嘛啦？有病哦！我，他每次都给我哦，我上课没拿过，逆境解放哎、欸，错。我想要。Q 加烂哦，好了，紧张了。不知道下面讲的痛击体术啊，好不好？降半颗都没有。就你看，就是平常不陪我刷，刷你个头啦！你都自己刷到的，或是你跟杰超一起刷的？哎，是不是都在打麦块啊？现在看你的头，才昨天才打而已。哎呀，我看你昨天中午跟下午都在，那只有昨天，只有昨天，而且我还睡过头，你跑去打麻将。啊呀呀啦耶！我睡过头，你跑去打麻将。看啊，我就是想说问你要不要打，结果看你不回，好吧，那你我没不回，你出现就在打麦块了，我得。你可以在我聊天室讲话啊。啊。我是玩到没得玩才玩麦块呢。我昨天在当梦想家哎、欸。什么梦想家？我知道啊。把把队队虎哎。我昨天还两把七对子哎、欸，怎么输？哇，怎么赢？七对子是翻很才一那个两番而已吗？啊？七对子就是赌能不能翻到宝那个啊？宝牌啊。宝牌啊，哎呀、啊。所以我超喜欢拼七对子的啊。昨天还三杠哎、欸，很爽哎、欸，三杠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森林调查任务多了什么哈？飓风，飓风，飓风，飓风。我飓风只有一个哎、欸。我看，有那么多个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要去找猫。金狮子的魔物。哎、欸，金狮子加猛牛龙竟然还可以三颗星哦、喔。可以啊，有金狮子啊。金狮子啊。哇。真的假的？阿董之前有金狮子加什么鬼东西，就两颗星而已。真的假的？啊！我后面的那一只太烂。真的啊！哇哦！哇哦！好敷，你刚刚好敷衍你啊！哭哦！有什么活动任务啊？新的？企鹅啊，抓企鹅啊！就一直抓吗？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要看一下。应该有那个吧？两只金狮子的不是吗？不是说有剑啊？健美身体啊！哦、啊，对呢，健美。对啊。要吗？等一下啦，我做一下五件套了啦，我有了，赶紧把它做出来。什么五件套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为什么你有？奇葩！你就偷哇、啊！打！干他！你盒子不是几环的？妈的！去做啦！好啦，我在做了啦，我没看到你啊。我在楼下。生产装备，防具，嗯，画的画，整套吗？不是，乌龙。对啊，整套啊。是乌龙吗？对啊，乌龙啊，乌龙啊，乌龙。乌龙。企鹅腿太帅了吧！哒哒哒。哎，好好看哦。可惜。可惜，只是可惜。哎、欸，哦，可惜。村里，他的手。哎、欸，我不是白痴，我。万福的恩惠报酬，特别报酬。发生几率大幅，可能
所以说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什么？哈？你刚说你什么？没有啦，因为做好装备我还没有穿上去啊，所以才说啊，我是白，没事，我不是白哦，白哦，所以我要把我的采集装改一下，改一下，乌龙。跟变镶嵌视频哦、oh, ，beautiful 镶嵌视频，可是脚，鞋子有点残念。我没拿到一次4颗的止血哦、啊。你不是有吗？欸、我明明有不是吗？啊、哦，在防具上啊，找到了找到了，没事没事。哇，不是够做三件哦！你等下去再用两个活动，等下跟你去，我顺便。啊，我也要，我要踩，我要投票。对，我也要投票。奈斯等我，你不准偷跑。对，敢偷跑你就没有，你该有的良心。嗯。镶嵌、那个在那里，我一盒止血，哎、欸，感也、欸、不是哦，止血，只要直升血4就好，对不对？直血、地血都给他用到4就好了，没差。地直血可以到4哦。嗯，哦，地血是3地升3，是他是四等猪啦，抱歉。他是2，看不起。干嘛这样？干嘛这样？威吓地直升 ，OK。哎、欸，要装止血，装到标本猪，吓我一跳。好了，现在体术5，止血4，跑者3，地血3，无敌。通通给他塞雷。对吼、哦，要跑者吼、哦。对啊，这样体力才不会一直耗。镶嵌刀。跑者。然后带隐身衣加不动衣，无敌啊。嗯，你跑者是几啊？跑者3等啊。你是用什么加跑者？我是抢走体术啊。哦，技能抢走的第几页啊？不知道。跑者找到了。在装威吓，有没有威吓主师叫什么？威吓3，就叫威吓。他是几等的？四等猪。二和三都是啊？诶、他是四等。嗯。哦，有了。装个威吓好了，安全一点。你想要装威吓啊？大魔物干你啊！可是大魔物不还是照样干你啊？起码凶柴龙不要来撞你啊！你踩那个永中洞府的草会来干你啊？奇面族还是那个翼龙会飞过来啊？嗯。好的，不好的。等我一下。你接那个企鹅的任务啊？
这些教珠子教主的肝还好吗？你看一下我等级好吗？很多都是拔草拔出来的。哎、欸，来是接了吗？还没啊。好，那我接。ごきげんよう。哦，旗袍好赞。那跟营地啊。十二啊。沉船，沉船。十二。再等我一下。好的。行吧，行。嗯，然后伊基马秀阿郎嘞，没看过，没看到。等一下，我切我。他还在跟艾博秀啊。那、我在学艾博。我那个导虫龙也太可爱了吧！哎、欸，我刚刚显示必读龙迷你怎么又不见了？他骗我。开抓！怎么吓他们嘞？这样子。没中麦哈喽，人秀招大一个，没有，没有。是不是坏掉了？我也觉得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也觉得穿错衣服啊！再确认一下，没错啊。装备一档，鸟笼。Again。我去上厕所。请上带新手。我有跟那个啊，谁，音乐他们说今天是万福祭，记得上线。哎、欸，我被丢包了。哇！靠你们了。敢竟然不能。Nice in the mind. Nice. 我更厉害。感谢老师。耶，任务完成。感谢老师的50颗星星。
城后面啊。哇！我杀了一只蟹了。不是，声音太大声了，很恐怖。昨天还在调音，我没有。有了，我有一张了，我有一张。叛徒，叛徒。对，我就是叛徒。哪有你才叛徒？啊，那是你，你活动解完了，你先去做衣服吧。不要逼我穿这套打击，所以很多那种228在 po 一些开心的那些文章，我都没再回应啊，不予置评。怎么开心？没有，有人说看到有人在 FB 上 po 228好开心之类的。好哦，好哦。啊，变天了，关窗户。Nice， 你就。你到底是主机问题还是麦克风问题？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发现猪很可爱哦。我们一开始就有讲，没在听。我以为你说的猪猪是哪个猪猪？攻击猪很可爱。没有，我一开始没想到破蜘蛛啊。它变宝宝虫哎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。好啦，好啦，哦、oh, ，剑眉真奇，开剑，所以打剑眉嘛，对啊，也补一下我的水手猫，打剑眉你要穿这一套吗？来啊，敢不敢啊？来啊，不敢。好，一个人不敢。不敢，那我不穿了。对。熟辣是会传染的。我是熟辣，我是尊重他的意见。你们可以穿啊，我们要合群一点，大家不穿就不穿。我接哦。嗯，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找不到任务在哪里。哦，有看到了，在最后一页。然后小鱼要下棋了。ごきげんよう。票不押白不押。哦。李毛好手加裁缝术。哦哟，很裁哦，很理哦，很理财哦，很会理财哦，很会理财。是他生物学者，哈？猫的生物学者，猫的嘞？每日的技能，巴巴拉巴拉巴巴巴拉巴，巴巴巴拉巴巴，要巴拉多久？巴巴拉巴拉。一个巴拉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孔雀饼干的那个是不是巴拉巴拉巴拉？巴拉巴拉巴拉，巴拉巴拉。走，第三任务。我又想吃寿司了，怎么办？我也想。我要吃路边摊的。路边摊。不然，章寿司一盘40块。
路边摊一盘才十一罐才十块，一罐。哦，哦，那个罐。Nice， 是要看多久？哇，超痒！然后昨天秀跟我讲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那、啊、你龙岩地形那边要过哦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可以不过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啊。”金狮子啊，你说你我你金狮子不过，你就不能跟我们去打这个地图喽？啊！哦，轮流的哦，我以为是一次两只嘞。我以为一次两只嘞。我看影片里面是不是一次两只在那边跳来跳去吗？啊，没有，他可能就是第一只先出来，然后一个时间之后，第二只就会冲出来了。啊，你第一只没有打完，第二只就冲出来了。一咻！好，有道理。我上去戳。好好好。好，别吓到，不好意思，李本安。哎、欸，好呀。送你半盘寿司，感谢。半盘，感谢你的寿司。有啊，这些。哦我们这就是唱歌用 YT 开台。然后就是开台赚抖内，然后赚钱。唱歌的费用啊。我们就本来想说我在普之庄跟普是普之庄之间做抉择，最后选择了普之庄。对啊，看来江江还是需要我。但是，我忘记带水。太大，大水剩四罐。没关系啊。嗯。死回去拿。我是说出任务，我尽量不死。哇，太强！我只是很讨厌他那个甩来甩去，是真的有点快，每次被那招打到。想要多习惯这一次的动作，后面那一只更王八，后面那一只是会把你抓起来直接吐死，你连活的机会都没有。没东西。
哎、欸，出来啦！要拉笼子吗？26%，不用。没有拉笼子，那边没有感觉。哦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感觉。看错了。抱歉，我的错。哦呦，他把他大腿断了。啊！我被抓起来。没事，你要相信另外一只金狮子会救你。好。骨头哎、欸，对啊。哇！哎呦，他快喷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的是哪一只？我有身上手上有那一根的。手上有疤，手上有记号。这是。靠近门的那只，这也太难抓了吧？对，还是靠近门的那一只。不是，喷我的那一只。好了，倒地的那一只。放到了，可是会进去的是另外一只。进错洞，进错只了。哇哦！干，水要带够哎，刚刚想说，忘记了。算了，这好难抓，这两只。跳下来那只。没陷阱了。我来看一下他的动作。靠门的那只，剩5%。谁放雷电的、欸？对不起。他快死了。帮他充电哎、欸。是这一只吗？没有，黑色这只，黑色的。上，我打死你。超白痴！哎，怎么有人转一转就不见了？被崩下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逃跑完毕。把门关起来，拿来剥皮有没有？好像不错呢。这样等到什么时候？播完这样回家又一圈、啊。没事，我们安全，好，不玩。我中雷。怎么样？要在斜坡打吗？我不是锤子啊。我被抓了。好了，闪光弹来了。没关系，不会死。管他乱跑还是关起来好了。哈哈哈！哦，那个画面，你的头发焦了哎、欸！真的、欸。感谢生母的500颗星星。上班去，真不拜。爆桶炸爆了！不是我，而且弟弟是你。
好像是我的猎宠飞过去转弯不然我他在追金丝时他就转弯了，我要弯了。连作死欸从我这边看，你像他的屁股上有蝴蝶在飞，苍蝇，苍啊，上线打斩龙，冰咒龙，哇，恭喜！电脑坏的没。